凯虹的中洞被碰掉了，哈哈。哇，只能猜咯。我觉得这一把我要看一下顺龙哥怎么打，怎么打赢我的。人家有技术，好吗？我也有技术啊。哦，好，我要看到底是怎么样打的。燕豪这边一进厅，战卫兵的一进厅啊，五饼八条的一进厅。唐这边进个红中，往哪里跑嘞？先走一万，希望下去没事。顺龙哥，其实我终于体会到大家哦，一些主播们的辛劳了。嘿，怎么说？看不到啦。都你们这些左撇子，就是放进去之后才看得到。没事没事。OK， 顺龙哥吃到中洞。中洞舒服，这中洞吃下来之后呢，燕豪就卡在这个站位兵，顺龙哥还是要再进个一两支牌来挑战一下。没错，一饼要碰凯虹，再不跑的话，红中白皮极度危险。对啊，顺龙哥进个一两支牌，可能红中白皮很危险。八条不是，五条进来也不错。吃药也是把红中压着。哎呦，听、啊、还没听，一进听，一进听，碰碰龙打五条，也不对，打痛这。OK， 可能会打红中了吧？可能如果是我要打白皮了、哦，因为都没什么出哦。对你这个，我怕有大牌哦。白皮到时候变成看门狗的话，你这个会出事。是啊。如果让顺龙哥顺利敲到发财，这到了多少大啊？哎、欸，发财没有人拿哎、欸，而且海底才一只，才一只，两只，两只吗 ？OK。如果他摸到发财，他一定会听对对啊。可是他现在如果碰到凯虹的那个白皮，他可能也是会掉这个绝招发财啊。对啊，问题是你就但你没放啊，你没有放炮啊。你如果等一下放，是你要自己承受哎、欸。对，顺龙哥自摸是验好要下来，是要这边六万直接冲了。我绝对会摸到金发，摸到金发的话，八万没事。你好，听二条，卡二条、啊，卡二条还有两张哎。你好，想一下，我觉得叶好现在就是可以冲了，就看就赌凯虹不要而已了，其他家胡牌还可以。要凯虹一直进条子，那白皮要先跑，要比三万走在前面哦。来了，单调青花。单调绝发，五条碰起来，听牌中洞七饼，我的痛，还一模一样的牌，七饼还一模一样的牌，还有绝七饼哦，好了，绝七对绝发，绝七对绝发，绝招发财没有？这个姿势不是顺龙哥啊，七饼来啦！但是我觉得顺龙哥意识到了哦。意识到了，意识到了，意识到了，感谢顺龙哥，感谢顺龙哥。还有一只不在铁巴里，没有在铁巴里哦，因为铁巴他看完没有，他还继续翻。对，顺哥可惜，你看顺哥还在笑，他觉得还好啊，你要赢我三万分哦。嗯，